test.同学扫一下 QR code 哈，我们等一下要开始上课喽。扫一下 QR code。前天还是哪个时候？就有同学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你那个礼拜一会不会出作业？”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今天不会出作业啊，礼拜三才会出了。我记得我第一年回来那个成大教书的时候。我还要给那个寒假作业的，你知道吗？寒假作业，然后回来第一天要交寒假作业，这样。啊，救生啊，那是给救生啊。啊，如果是当学期才修到课的同学，他可以补交寒假作业这样。但是，我现在没有那么坏，不会那么坏啊。还给寒假作业这样，哦，那一门课教的微积分教的蛮难的，我把微积分整本都教完了，而且我还教公数的东西。那一年刚回来的时候总是特别热情啊。哦，那一届的学生好几个很厉害啊，他们。出国读博士的超多个，他那一届的学生，他是土木系的哦，那一届算是教土木系，但那一届出去很厉害，很多个。有没有这学期才上我的课的同学啊？那个我们的课哈，就是你要用那个平台，但是那个平台呢，就是你要去跟厂商租这样。哦，就是我们作业会用平台，然后15分嘛，哈，15分。那我们的分数跟上学期一样，大部分的同学都知道了。就是我们会有3次考试，然后跟作业跟点名分数这样。然后我们的考试原则上。还是跟上学期一样，都是以这个作业的题目为主这样。所以你们如果要考好试的话，请务必在考试前就做作业这样。啊，有些同学是考试完才在那边补的，那就会抓不到重点这样。OK， 啊，所以我们的考试的方式就是还是以作业平台的题目这样。那使用平台除了他们可以给你及时的回馈之外，哈，他还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啦。你知道什么好处吗？就是出题目的时候，出里面题目的时候难度会比较低一点呢。啊，如果是我自己命的题目的话，哦，都会比较难呢。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是让我去控制我出题的难易度的一个方式，这样。这样可以，同学可以理解吗？就是平台为什么出平台的题目哦？就是有其他的系的老师觉得平台太简单了，所以他不要用，是因为他觉得题目太简单了。那我觉得说，在新的课纲底下，强调这个阅读有没有素养嘛？它其实是一个蛮素养的东西，因为很多应用问题啊，
它包含了你要阅读能力，阅读当然是包含你的英文嘛，对不对？也是有一些 EMI 在里面这样，所以我们这课不是 EMI 的课。OK， 可以吗？就是跟上学期，请说有没有问题？等一下，我可以给你麦克风，你讲大声一点。就是这个是点名的那个系统嘛，然后我想要问一下，说点名是刷 QR code 就好了。哦，好。Okay。啊，你可以刷完之后就可以，他就会用网路就可以进去里面了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趁现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给同学问一下问题，这样。所以如果你就是不要坚持到最后了，虽然你不晓得说最后成绩怎样，但是我们上学期大概当了一成而已啦，大概十个人左右而已，我们一百四十快是140个人，当了十个人而已啦，所以我已经算不是我手下留情，就是我们是照分数算的啦，所以你努力多少他就是多少这样啊。我会觉得说要坚持到最后，不管你有没有可能过，就是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子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的话，我们要开始上正式我们的内容哦。我们人越来越少，我们应该不止这些人啊，还有一些人觉得第一堂课可能不会上什么课这样。我在网络上说啊，那个第一堂课不是通常都点名完之后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我的课会上好上满这样。我们礼拜六是要补课，对不对？礼拜六要补课吗？礼拜六是补哪一天的啊？啊？礼拜几？礼拜一的课哦。你们要补课吗？啊，那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听说我们这学期有很多课都会放假哦，所以很多课就是很多上课的时间是放假的，那我们的进度可能就很多东西都 cover 不到，就是教不到这样，那就有些内容就交给你们的公事老师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因为先讲好嘛，没有要补课的话，就是你们要自己读哦。啊，我们就慢慢教，这学期我会教比较慢一点，因为这学期的东西比较难了。以我个人以往的经验哦，微积分二都是当最多的，啊，不是我刻意当。先讲哦，不是我刻意要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数都是公开透明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考试也都是从那个平台的这样，因为一的话比较少人，是因为大部分人高中都学过这样子，然后二的话，大部分你都没学过，所以他你要花一些时间读这样。啊，很多人都觉得他微积分一很好，所以呢，他微积分二可以不要读。可是当他发现说，哎，要去读的时候，发现来不及了这样，因为太多东西了。微积分二真的比较难哦，先讲一下。我看到那个前几天也看到有人在 po 某一位老师说微积分一都已经这样了，微积分二会更难这样。我说哦，好，我们所有的微积分二都会比较难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先预告一下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哈、哦、第八章有一个部分没有讲完哈、哦，就是关于这个瑕积分的东西，瑕积分的东西。那我们那个是算是在第七章积分技巧那个部分，所以我们会回到那个积分技巧那个部分去讲。它最后一个部分有一个 section 关于那个瞎积分的没有讲，但是这个一定要讲哦。那这个方面是在很多领域都有用，例如说几率啦、统计啦、几率模型都会需要用这种积分这样。OK， 那我们要正式上课喽，有没有问题？最后一分钟。我们9:20就要开始我们的课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我就要上课喽。啊，第一天呢，昨天他半夜12点，我都已经在睡觉了，然后有同学传讯给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想要开学。”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讯息，其实我还蛮喜欢开学的啦，因为比较像正常在上班，我比较喜欢上班。OK， 我们要上课了齁，可以啊。好，
我们要讲的是叫improper integral。如果你去找中文的话，它会叫瑕积分。我不知道是这个瑕还是这个瑕。可能是上面这个字了。那你当看中文的话，你一定不知道它在干嘛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先举个例子给你看。在 XY 平面上面有一条曲线，叫做 y 等于 x 分之一。那这是 x 等于一，是一条水平线，然后跟这个曲线有交一个区域出来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区域是一个 无限的区域，这样就是它可以无限的延伸。那 x 趋近无穷大，这个 x 分之一趋近于零，对不对？它是会越来越靠近这个 x 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一个问题是说，你能不能去计算，它跟 x 轴围出来的，就是 x 等于一 ，x 轴跟 y 等于 x 分之一围出来的区域的面积这样。啊，这个区域呢，它是一个无限的区域，它不是一个有界的区域，它可以无限延伸出去这样。那你想要知道说这个区域的面积，怎么去定义这样？我们假设这个区域叫 omega， 我们用集合来写的话 ，omega 是什么呢 ？x y， 然后 x 是大于等于一的，然后 y 是介在 x 分之一跟零这样，就是它是 x 超过一的这个范围，然后 y 是在这个介在 x 轴跟这条曲线中间这样。然后问题就是说 ，question， how to define 或 compute the area of omega， 就是你给一个无限的区域，你要怎么去定义，或者是去计算它的这个区域的面积这样。啊，有没有人有想法的？你要怎么做这个东西？怎么算它的面积？如果你用那个积分的概念去想的话，如果它是一个这样的区域，就是这叫 E 好了，这叫 B 好了，这个区域叫 Omega B， 因为它跟 B 有关，我们用 Omega B。 那这个区域面积呢，我们用 A of Omega B， 这个是 Area of Omega B， 就是 Omega B 的区域面积，根据我们上学期教的，它应该是什么？是那个定积分，对不对？好，算出来是因为它是一个正的函数嘛，它是这个有界的范围这样。我用红色把那个区域画出来，红色的区域就是 Omega B 哈。然后根据我们上学期教的东西，就是它就是一到 b x 分之一的积分这样，可以吗？那如果你今天你那个 b 它一直往右延伸，那你觉得说你应该会怎么去算那个面积或定义那个面积这样？所以你想模仿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想模仿这个，好，模仿的结果，模仿了写个模仿。于是你就是说 A of Omega 呢，它应该是怎么样？打个问号好了，一到无穷大 x 分之一 dx， 这样。可以吗？你想要模仿吗？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无穷大，这个一个数到无穷大，这个积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怎么去定这个？就是 x dx 这个一到无穷大这积分上限是无穷大，这积分到底是什么鬼这样？可以吗？
所以瑕积分的第一个形态，我们就是处理这种上限是无穷大的这种的。那你也可以这种的，负无穷大到某个数哈，叫 B 好了，叫 A， 不好意思，叫 A。核心就是在问这几个问题了 ：A 无穷大 ，f(x), dx， 还有这种的，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，f(x) 的 dx， 这样子，可以吗？我们之前的那个定积分，我们都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上面，对不对 ？A 跟 B 是有限的嘛，上下限都是有限的嘛。那我们定义的方式是不是就是用矩形，对不对？用切割的嘛。然后定一些矩形的面积有没有和？哦，面积的和，那些矩形面积的和，然后取极限嘛。我们得到了积分这个概念，对不对？那函数是正的时候，那个积分刚好会是那个区域的面积嘛。我们是用这种方法去定义那个面积的嘛。对，区域面积嘛。那现在问题来说，当你的上限是无穷大，或下限是负无穷大，或上下限都是无穷大这种，你要怎么去定义它？这种东西叫瑕积分，第一形态瑕积分哦 ，improper integral of type one 这是第一个形态的，就是积分里面隐含无穷大的这个东西，这样可以吼。所以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哦，就是在看定义之前，我们先来算这个例子啊，就是这个 a omega b。是这个一到 b x 的 dx 这样，那我们知道说 x 分之一的定积分，根据微积分基本定义，我们可以用反导函数去算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的微分是 x 分之一，是不是 log， 对不对？好 ，natural log。那因为这个积分的范围是正的哈 ，x 是正的哈，所以我们不用取绝对值的哈，所以就变成是 log x 一到 b log b 这样。可以吗？所以我们有办法去计算出那个区域的面积，叫做 log b 这样。OK， 那 a omega 呢是一到无穷大 d 的 x 的 dx， 所以你一个直观的想法是说，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什么呢 ？limit b 趋近无穷大，就是你先做到。一到 b 的积分这样，让再让 b 取无穷大这样，可以哈？这样我们的定义哈，直观定义是这样，就是说一到无穷大这个积分，这个符号啦，不要说积分哦，这个符号，这个 symbol 特别要强调 symbol， 哦，这是一个符号，这是一个 symbol， 它不是积分哈，它是一个符号。这个符号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把一到 b 的这个积分函数的积分呢，让 b 取到无穷大这样。所以根据定义呢 ，limit b 趋近无穷大 ，log b， 好 ，log b，log b 是一个递增呢，它会无穷，极限就无穷大了哈，这不存在了哈，这东西叫发散嘛 ，divergent。它是 divergent， 它是发散的，因为它极限是不存在的。换句话说，是 limit does not exist， 就是极限是不存在的，所以我们就叫它发散这样。OK，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这个 x 分之一的这个看的第一个例子 ，x 分之一这个它那个区域的面积哈，我们定义成。这个极限这样不存在，好，但是呢，有可能有存在的例子啊，例如说，再看个例子哦，再把它变得更小一点哦，那跑到零更快一点 ，y 等于 x 平方分之一这样 ，omega 是从一开始这样，就是 omega 呢，先换个函数哈、哦、，xy，x 是大于等于一。但是 y 是介在零跟 x 分之一之间，这样一样的，只是我的函数稍微变不一样，这样
OK， 我一样，我想要去定义 A Omega。那符号上，这是一个符号哈，就希望是计算这个东西。利用我们上学期第六章、第五章学到的概念，定积分可以告诉我们面积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符号去定义那个区域面积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用这个符号，哦，我不要叫它积分哦，它不是积分哦，这个不是积分哦，特别要强调，不是积分。它不是积分，我们给它一个名叫瑕积分，看像积分的东西又不是积分的东西，像积分又不像积分的东西，虽然用跟积分啊使用的同一个符号，但是它不是积分哦。好，它定义是什么呢？极限，但是它是极限，它是一个极限。是什么的极限呢？积分的极限。瑕积分它不是积分，它是极限，它定义为积分的极限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就是把这个积分算出来再取极限，这样。那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哦，x 平方分之一的定积分是什么？不定积分是什么？它的反导函数是什么？不定积分是负的 x 分之一加常数，对不对？负 x 分之一，你把它微分，会不会得到 x 平方分之一？会了哈。power function， 这是 power function 嘛？所以积分出来结果就是负的 x 分之一。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哈 ，fundamental theorem calculus two， 哦，微积分基本定理二，你可以用反导函数去计算我们的定积分，所以极限就是什么呢 ？b 趋近无穷大，一减掉 b 分之一这样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这个瑕积分呢，它是存在的，因为 b 分之一这个极限 ，b 趋近无穷大，极限就是零嘛，所以一减掉零就是一嘛，这存在是 convergent。所以瑕积分呢，在还没有定义之前，我们先用一个例子来跟你讲它怎么去定，那我们等一下才会用一个一般的方式，一个跟我们会用一个 fx 来取代我们的 x 平方分之一啦。好，我们用一个抽象的函数来定义瑕积分这样。可以吗？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定义就是要我们要进入这个瑕积分的定义 ，DF of 这个瑕积分。我们要进入这个瑕积分的定义。那我们考虑什么样的函数呢？这是 type 1的 type 1的第一个形态的，就函数呢，它是定义在 a 到无穷大 continuous 这样连续函数，就是说它是从某个起点，它有个某个起点，这样你知道从 a 点开始跑到无穷大，它都是一个连续函数，像x 平方分之一这样，例如说 x 平方分之一，这个函数呢，x 大于等于一呢，这个 x 平方分之一都是连续，因为分母不会零嘛，它每个东西都是连续，这样分母分子都是连续函数，所以除也是连续，因为分母不等于零，这样，所以它是一个连续函数，这样，从一开始就是连续函数，这个例子这样。好，我们考虑一开始考虑这种a 到无穷大的这种连续函数，这样好。那
我们定义这个呢，这是第一个，是第一个哈，我们定义 a 到无穷大 fx dx 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符号，这符号定义就是说，你把 limit 把这个积分 fx dx 这个积分，从 a 到 b 这个积分，你让 b 好 b 这个东西趋近无穷大，这样，因为它从 a 开始就有定义了嘛，所以你的定义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一个例子了啦，哈，所以这个符号呢 ，the symbol is the limit of integrals， 它是积分的极限，所以它不是积分，狭积分不是积分哦，我强调了第二次，狭积分不是积分，这个只是一个符号。我们只是用积分这个符号来表示这个积分啊，表示这个极限，这样，所以它是一个极限，这样，积分的极限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 a 到无穷大 fx 呢 is convergent if 这个 limit b 趋近无穷大呢abfx dx 呢 exist， 就是说这个狭积分是收敛的，重要条件是什么呢？重要条件就是积分的极限是存在的，这样。好，那同理哈，我用另外一个符，用另外一个颜色来写 divergent 呢，狭积分是发散的，重要条件就是你这个极限是不存在的。那我们已经刚才看过一个例子了，1到无穷大 x 分之1 dx 它是发散的，因为它极限，刚才那个积分的极限不存在，然后1到无穷大 x 平方分之1的 dx 呢，它是 convergent to 这个一，这样。哦，狭积分是积分的极限，所以既然是极限，你就可以说它是收敛或发散。收敛就是极限存在，叫收敛；发散就是极限不存在 ，OK。然后这个预备方会预备，我们接下来这部分上网，我们会直接进入到数列跟级数，我们会探讨收敛跟发散的问题，正式的探讨收敛跟发散的问题。所以这个部分弄好了，下一个部分就会稍微比较清楚一点，这样。那我们既然探讨了这个 x 分之一 ，x 平方分之一嘛。那会想说 x 的几次方分之一都会是收敛的，然后几次方分之一又是发散的，这样会想问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既然都到这边了，就直接来探讨这个了、哦、convergent or divergent。想要知道这个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很容易啊，这直接算就好了。根据定义哈、哦、，xp 次方分之一的 dx 就是等于 limit b 趋近于无穷大，然后一到 b xp 次方分之一 dx， 那我们可以分成几个状况嘛，对不对？
这个东西叫 power function 嘛，它是 x 的负 p 次方分之一的 dx， x 负 p 次方的 dx 这样。然后它积分也是有两个结果，第一个结果就是它是 long b if p 等于一，在 p 等于一的时候它叫 long 一，然后 p 不等于一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用 power， 就是可以用那个去算，就是 x 的负 p 次方加一，负 p 加一，移到 b， 这样。p 等于1的情况我们已经看过了 ，p 等于1的情况就是发散的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所以我们来看看 p 不等于1的情况。p 等于1这个东西呢是 divergent， 我们已经看过了哈。We have seen。我们已经看过它，所以我们来看看 p 不等于1的情况。好，再来算算看哦，一到 b 呢 ，xp 分之一 dx 算出来就是 x 的负 p 加一，负 p 加一，一到 b， 把负 p 带进，把 b 带进去就变成 b 的负 p 加一，负 p 加一，减掉负 p 加一分之一。就是把那个上下限带进去，然后这是一个常数，这是一个 constant， p 是一个常数啦，我就 p 是固定之后它变成一个常数， x 是在变的，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要探讨这个极限，就是探讨这个极限，就是就算这个极限，因为负 p 加一它也是一个常数了哈，所以取极限这个概念就只出现在那个 b 那个地方，这样你要对 b 取极限，这样因为 p 负 p 加一是常数了，所以暂时不看它，收敛或发散可以不用管它，啊，只要看 b 这个东西 b 的负 p 加一次方收敛或发散去决定它是收敛或发散的嘛，好。怎么办？负 p 加一 ，b 的负 p 加一是什么？它是一个指数函数，对不对？因为 b 是在变，它是一个指数函数，对不对？它是要看这个是正的还是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看第二种情况哈，它是 b 的 p 减一分之一，当 p 是大于一的时候。p 如果大于1，负 p 加1就是负的嘛，对， p 如果大于1的时候，负 p 加1就小于0，它这个负的次方，例如说3的负2次方，它就可以把它写成3的平方分之一啊，嘿哦，这个指数如果是负的话，它就可以把它写成导数，这样可以吗？那 p 如果小于一，就直接这样写就好了。这是一个正的数，负 p 加一是大于零的。这是一个正的数哈，就是一个，例如说 b 等于三的平方，这样三的平方。例如说三的平方 ，b 负 p 加一是正的。例如说像三的平方这样，可以哈。所以 limit b 趋近无穷大。b 的负 p 加一就等于两种情况呢，零 ，p 大于一的时候是零，因为 b 的 p 减一次方之后 ，b 就越来越大嘛，然后分母就越来越大 ，b 越来越大，分母就越来越大，因为 b 的 p 减一次方就越来越大，然后分母越来越大，取导数就越来越小嘛，对啊，所以这局限是零。然后下面这个是无穷大，所以马上可以推的一件事情哈，这个呢，这是 convergent， if 这个 p 大于一
divergent. If p 小于一，等于一，小于等于一啦，因为等于一已经看过是发散的。这样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可能大家对这个抽象符号比较不熟啦。啊，如果你把那个 b， 好，如果把那个 p 用那个数字去代，你们就可以看比较懂。这样，例如说 p 代三好了 ，p 如果代三 ，for example 哈 ，p 等于三。b 的负三加一就等于什么 ？b 的负二就等于 b 的平方分之一。那 b 如果趋近于无穷大，这个东西就趋近于零嘛？当 b 趋近于无穷大，哦，当你真的不太知道这个符号它是干嘛，因为太多符号了，就带数字。你说 p 等于零好了 ，p 等于零，零是小于一的嘛，对不对？那b 的负零加一就等于 b， 哦，它是多项式啊。那 b 趋近无穷大，那 b 就趋近无穷大这样。如果你可以说 b 等于 p 等于负一哈 ，p 等于负一 ，b 的负的负一加一就等于 b 的平方，啊 ，b 的平方趋近无穷大嘛，好，当 b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当你真的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，你就举数字的例子去看看。好，所以我们归纳起来就是说，当 p 是正的时，大于一的时候，那个狭积分是收敛的。然后当 p 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呢，这个狭积分是发散的。这样，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就是某个数到无穷大的例子把它搞清楚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再往下走，往下走就类似的这样，类似的。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新的内容，我们接下来都大部分都是新的内容。高中能 cover 的，在上学期就 cover 完了。我们接下来都是新的东西，这样，所以你们要跟上，这样一定要跟着进度哦。先跟他们讲哦，不是我要吓你们，真的，就是一定要跟上进度，不然的话后面会听不懂。所以我会讲比较慢。上学期讲比较快，但这学期一定讲比较慢，尽量讲比较慢，让你们可以跟上，这样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你们觉得哪个地方不懂的，就传讯息给我，我就上课再复习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先来看看这种 b 第二个形态哦，第二个这种的，就是它是定义在左半边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讲了哈。fx 呢等于1的 x， x 就小于等于零到负无穷大，这样就是说我看的是这个，看的是这半边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我现在看，刚才看的是从某一个值 x 等于某一个值到无穷大在那个范围，但我现在看的是负无穷大的，就是 x 轴的左边，然后跟零这个区域范围，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能够能不能这样写，负无穷大到零一的 x 的 dx， 这样好定义这个东西，我们要定义这个东西，这样 OK。做法还是一样啦，就是我们就画一条线，让它从 A 开始到某个 B， 然后让 A 呢慢慢趋近于负无穷大，做法是这样，所以的做法在这里，定义负无穷大到某个 B 呢，就定义为一样是连续函数，要求连续，定义为 limit A 趋近于负无穷大，然后就是 A 到 B fx 的 dx， 这样很直观啊，这是一个狭积分，它一定是用定积分去定义狭积分，
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发散啊，定义发散或者是发收，哎，发散或收敛嘛，哦，但应该讲 convergent， 这个积分是 convergent， 重要条件就是 exist， 这个极限是存在的。然后 divergent 呢，重要条件就是 does not exist， 哦，一样的哦，一样的。你会第一个形态的，第一个这种形态的瑕积分，你就有办法推这种形态的瑕积分。这样，我们看个例子一下，就是这个，就来看这个负无穷大到零。看这个例子，根据定义，它就是 limit a 趋近于负无穷大。a 到零 ，e 的 x 的 dx， 这样。好，那就是 limit a 趋近无穷大。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呢，这个 exponential x 的微分是 exponential x， 所以 exponential x 是它自己的反导函数。所以用微积分基本定理二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写，就把它变成 limit， 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负无穷大。就变成是一的零次方减掉一的 a， 一的零次方就一减掉一的 a 哈，一的零次方是一啊 ，one， 然后一的 a 就是一的 a， 然后我们看到，哦，指数函数呢，这个函数当我 a 趋近于负无穷大的时候，这极限是不是零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算出来极限就是一哈，所以收敛呢，啊，convergent。这个一就是叫做这个瑕积分的值，这是它的 value， 它的值。当我们说 compute 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把值算出来。当我们说判断它是收敛或发散，就是要看极限存不存在，这样，好吧？再看个例子哦。多一个 x 在那边哦。所以跟这个东西就是极限 a 趋近于负无穷大，然后 a 到零 x 的 ex dx。 做这个题目，哦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复习一下 integration by part 这样。因为相信过了一个寒假之后，很多人都把东西还给老师了，考完试就忘记了，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，暖身一下。好，这东西是这样哦 ，exponential x dx 哈，它是什么？这是 u dv 嘛哈，我都令 v 叫做 exponential x 哈 ，dv 就是 exponential x 的 dx 这样，好，所以就是 u dv。UDV 就是 UV 减掉什么呢 ？VDU， 不好意思，这个 B 是零。上下行是要带进去哦。那 exponential x 的这个积分刚才已经看过了，就是写一减掉一的 a， 就等于什么？负 a 一的 a 减掉一加上一的 a， 一的 a 这趋近趋近于零啊，这次常数趋近趋近于负一，所以重点是要算这个极限 limit a 趋近于负无穷大 a 一的 a。
是什么？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我把符号给他好了，这样怎么做 ？Limit a 趋近于负穷大，负 a 一的 a， 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一的负 a， 负 a？可不可以？就是把它放到分母嘛，哦。可能你们不习惯这种极限啊，那么变成你习惯了，你定 u 叫做负 a 好了，就变成一的 u， 那 a 趋近于负无穷大 ，u 是不是趋近正无穷大，对不对？因为 u 等于负 a 嘛，它刚好是正负相反啊。啊，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，e 的 u 分之 u， 这个极限怎么算呢？你们最喜欢的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最喜欢那个东西啊，叫什么？最喜欢那个东西啊，罗必达，对不对？就把它挪下去了嘛，无穷大分之无穷大的情况，就把它挪下去了、啊。最喜欢挪就给它挪了、啊。零啊，哈，啊，算出来极限是零，太棒了。其实同学那个我们可以不用录影，因为我们也会录影，会放在 YouTube 上面的，所以你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我们会录影的啦，啊，我们会放 YouTube 的，好不好？你就看 YouTube 影片这样，嘿嘿，可以专心听啊，不然你手是蛮酸的啦。啊，记得哈、哦，要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到这里，可以哦。好，所以这算出来极限是多少？极限是负一，对，因为第一个极限是零嘛，第二个极限是负一嘛，第三个极限是零嘛，哦，所以极限算出来是负一啦，哦，就算出来这个负穷大到零 x 一的 x dx 呢，算出来是一哈，所以它是 convergent。Convergent 这样，好吧，可以吗？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我们这个部分，还有第三个部分哦，最后一个。它在整个实轴上面都是连续函数，它要定义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fx 的 dx 这样。它定义是怎么呢 ？c 是实数呢，它定义成这个。它的定义就是这个，它就是两个这种，就是一个是从负无穷大到某个值，加上某个值之后到无穷大这种积分，它是两个前面两个一跟二的总和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它负无穷大到无穷大这个东西，它是用两个极限定义出来的，两个极限，前面这个是一个极限，后面是另外一个极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要收敛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两个同时都要收敛才有办法。所以 convergent 的这左边的 convergent 呢，重要条件就是一、二都要 convergent， 只要有一个是发散的，一发散或二发散，一定会推得三，就是这边的三是发散，这叫三好了，好吧？
一或二，只要有一个是发散的，这个三就发散，因为就不存在的嘛，不存在的数加上即使另外一个是存在的还是可能不存在。这样刚才那个例子啊，就是负无穷大到无穷大一的 x 的 dx 呢，它就是发散的，尽管这个它的定义尽管是这个负无穷大到零一的 x dx 加上零到无穷大一的 x 的 dx， 尽管第一个这个部分积分是存在的，我们已经看过它是存在的，第一个是收敛，好，它是收敛的，但是这个是 divergent， 好，所以一个收敛的东西加上一个发散的东西它还是发散的，好吧，它要收敛，两个都要收敛才会存在。这样好，这个给同学算，我们刚好剩一分钟，然后你们自己算，我们等一下来对答案。这样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好不好，那么就休息一下咯。建议就是可以动手算了，上课动手算了。还没点到名的可以点名哦。
我们准备要上课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算哦。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就根据定义哦。第一个根据定义哦，就是 solution 呢，就根据定义，就是把它写成随便 c 啦哈、哦，随便 c 这样，负无穷大到无穷大，一加 x 平方 dx 会等于什么？先你要先这样做了哦，就是把它写成两个。极限这样，两个瞎积分，所以你要各自算。如果你要做题目的时候，你要各自算，你千万不要就直接写。有些人会直接把它反导函数带进去，然后负无穷大这样，千万不要，就是你不要做这个动作，就千万不要这样写。以下我做一个错误的示范给你看。你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微分是一加 x 平方分之一？tangent arctangent 对不对？所以它算出来应该是 arctangent x 啊。有些人喜欢这样，就直接这样子哦，不行哦，在我的课不行这样，没有这个东西哦。特别讲一下，不行啊，很多书会这样写啦，但是它这个是不对的哦。要教就要教最正确的东西，它应该是这样哦 ，limit。b 趋近无穷大，这个 c 到 b 一加 x 平方分之一的 dx 算出来就是 limit b 趋近无穷大，那这是 arctangent x， 然后从 c 到 b， 所以是 arctangent 的 b 减掉 arctangent 的 c。那这个 c 是一个常数啊、你 b 取其极限的时候它不影响嘛，所以你要 arctangent b 是什么，你要来看看 tangent 是什么。 tangent 是这种东西，二分之派的线，当 x 趋近二分之派的时候，这个 tangent 是趋近无穷大，对不对？这个 tangent 为什么呢？因为 tangent 就是 cosine 分之 sin，当 x 趋近于二分之派的时候， cosine 是趋近于零的，分母趋近于零，对不对？分子趋近于一，对不对？所以观察一下 limit x 趋近于二分之派的 plus minus arctangent 这 tangent 呢，就是无穷大这样。那同理，我们也是可以把这边的画出来了哈。当它趋近于负二分之派的时候，这个 arctangent 的极限呢？顺便写一下，在这边 limit x 趋近于二分之派负二分之派 plus、哦、它是用右边逼近的 arctangent 呢，它是负无穷大这样。从这边走的话，它是趋近于负无穷大这样。往这边走的时候，往这边走的时候，它是越来越小的这样。OK， 可以吗？所以这个东西会告诉你说 limit x 趋近于无穷大 arctangent 呢 x 呢它就是二分之派 limit x 趋近于负无穷大 arctangent 就是等于负的二分之派这样。所以算出来结果，上面那个极限算出来结果是二分之派减 arctangent 的 c。这是这一部分是定义，第一个等号是定义，第二个等号呢，这个到这里是根据微积分基本定理二、哦、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第二个 type。 同理、哦、负无穷大到 c 这个一除以一加 x 平方，你可以算出来了、哦、再做一次
第一个等号叫定义，第二个等号就是微积分基本定理。第三个等号就直接取极限了哈 ，limit a 趋近于无穷大，负无穷大，然后 arctangent 的 c 是一个常数，减掉 arctangent 的 a， 那根据上面的结果哈，这 arctangent c 是一个常数，取极限还是常数，后面就是负的二分之派，减掉负的二分之派。arctangent a 趋近于负，就是趋近于这边的时候，你看 tangent 趋近于负二分之派的时候，它是趋近于负无穷大的，所以 arctangent 趋近于负无穷大的时候，它趋近于负二分之派，算出来就是 arctangent 的 c 加上二分之派。所以我们再重新写一下那个积分哈，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f(x)， 我的 f(x) 是一除一加 x 平方。这是第一个，要写一次定义哈，这是定义。第一个积分，第一个瑕积分算出来结果是 arctangent c 加二分之派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二分之派减掉 arctangent 的 c。好 ，arctangent c 加二分之派。加上二分之派减掉 arctangent c， 这个 arctangent c 会消掉，会消掉，就变成是二分之派加二分之派就等于派，好，它是收敛的哦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它是收敛的东西哈，你那个瑕积分的那个结果会跟你选取的点无关的，就是你的这个地方，这个 c 呢？如果是收敛的话 ，independent of choice of 这个 c， 当它瑕积分收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任何的 c 算出来结果都会是一样的，因为它会消掉，因为积分有一个是 fb 减掉什么 fc， 你用 fc 减掉什么东西，你 fc 就会消掉。如果收敛的话。最后结果就会变成是这样，会跟 c 无关的。所以我们得到结果，把它写在这里哈。好，然后再举个例子了哦，这种东西叫高斯积分。如果 你们高中有学过常态分配的话，有没有学过常态分配？知道什么叫常态分配吗？就是这个风潮，对不对？其实这就是常态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，差不多了，差一个可能再除一个根号二派就是，这个东西是几率密度函数，这样差不多差不多，差一个根号，如果把除了根号二派之类的了，你就得到几率密度函数这样。就是几率密度函数的意思说它是那个分配的几率函数，这样它是用每个点它会告诉你它几率这样子。那这个积分的值它可以被计算出来，如果我们的课来得及交到那个地方的话，我们会最后会算这个积分给你看。那个没办法用微积分基本定理算，那个没办法算，我们用别的方法去算这个东西。 OK，所以这部分的多变数的积分呢，跟这种冲击瑕积分，它在特别是在几率统计里面会有很大的功用，你就必须要会这个东西这样。好，这个它会是收敛的啦，但是收敛的回答比较简单一点，我们等一下会来谈。今天可能来不及啊，今天大家来不及了，我们会讲它是收敛的，它的值的话要值的话要 later 这样 later。OK，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看个例子哦，
再看个例子。好，这个积分怎么算？换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它是一个积分吗？它是不是积分？看起来很像，因为是 A 到 B 有限范围。好，里面看起来好像是连续函数的东西。那我们应该弄个投票啊！啊，算算算，你觉得它是积分的？举手一下啊！投票投票的，觉得它是积分的举手一下。没有人举手，觉得它不是？有一两个，觉得它不是积分的举手一下。好，啊，不知道的举手一下。啊，因为你们的那个人数哈，知道是的举手了一些人，然后不是的人知道一些人，不知道的也举手一些，但 total 那个不没有满足守恒率呢。守恒率啊，没有守恒啊，因为人数加起来没有等于你们班没有所有的人啊。那剩下的那些人呢？他可能是也可以不是这样啊，就在是与不是之间这样。我们数学没有这种东西哦，数学没有这种东西，它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我跟你讲哦，它不是积分哦，不要随便看一个 A 到 B 这些东西就是积分哦，它不是积分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哦，二会让那个分母怎样变成零，对不对？你二带进去不行的啊。我们之前那个定积分有一个条件，对不对？那个要连续，对不对？每个点都要连续啊，连续函数，对不对？或差不多，它只是一个 jump 那种的，就是那种跳跃点那种的。可是你注意一下哦 ，limit x 趋近于二的 plus 一除以根号 x 减二这个东西啊，它右边逼近的时候，它是无穷大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画个图啦哈，画个图，等一下，画个图一下。我的 GeoGebra 在哪里？ GeoGebra， 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知道我 GeoGebra 在哪里。好，看一下 ，y 等于一除以根号 x 减掉二。OK， 有没有看到？你趋近于这个，趋近于这个，从右边逼近二的时候，它是跑到正无穷大的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的积分这种东西，它一定都是在那个点要有定义啦，或是它顶多就是到某个点而已，它不可以这种跑到无穷大这种的啦，它一定几乎我们都要求几乎要连续的嘛。可这个点它是跑到无穷大，它是 infinite。discontinuity 这样，所以我们一个问题是说，它的积分是表示说从二开始积分嘛，积到哪里？